一把关键，我们来看团长的最近的胜率 58.76， 还行吧，上次关键他好像也是58点几，没掉就行。而且我们最近关键团长好像他都赢的，看一下入殓前锋调酒加勘探。这个阵容得是什么呢？得是这个入殓师不被抓，抓谁呢？抓调酒师，穷者就有机会。哎，调酒师边蹲的，我们镜头给他调酒啊。穷者是要来看。调酒师的话估计是个飞轮。哎，等会儿，他这边是带加速的。那一板子砸头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什么天赋的调酒师啊？他是飞轮，然后带大心脏，是，这是那个肌肉记忆，他应该是把肌肉记忆点满了，就是。飞轮然后配肌肉记忆的这样一个天赋吧，丢伞过来翻出去，好的，看这波摇铃，这波摇铃，哎，有一个喝酒加速拉开板子下掉，那这把的话前期的一个牵制拉出来了，前期的牵制拉出来了。因为这套阵容呢，说实话勘探员跟入殓师还真的没有调酒师牵制的上限高。调酒，哇，这一波这个调酒师板子玩的有点好啊，一个摇铃，这刀有了，这刀有了啊，新的酒还没调出来吧？已经调出来了，刚没看到。这波酒如果再喝上，前锋这边来拉球了，漂亮，打开了局面，已经打开了。前锋再来撞，哎呦，这个前锋刚才我们从速闪的第一视角来看，甚至还是拉了一个弧线，好像拉了一个小回旋的，那只能看开门战的一个发挥了。这个局我觉得团长压不住了，就是四人开门战应该是有了，而且呢这四人开门战有入殓师的灵柩，这个灵柩但凡给关键人物套上，他现在打的话，有飞轮没扛得到，打的话也只能针对这个调酒打了。你再换，因为这套阵容消耗嘛，也就调酒跟那个前锋的道具是可以消耗的嘛。你消耗灵柩现在也不太可能了，一个摇铃，所以他不存在说这个时候放弃这个调酒师去消耗外围的求生者，因为前锋待会儿他过来救人的嘛，救人的时候他的球就差不多会给你消耗掉了，所以不存在外面的消耗，他只能是打针对。然后开门战的时候呢，针对这一个调酒师快速的击倒挂飞什么的。哎，这波磁铁不过应该保不活吧，机子的话差多少，我们来算一下，有搏命，机子的话差没多少了。既然哎你们选择过来打架，那来先打一波。这波你还真别说啊，就是他现在压着这个点，然后逼调酒师交自己，勘探前锋追着打，我觉得机会有了呀，真的有了。调酒师教自己，待会儿开门战就是个突破点，对吧？跟上挂飞其实差的不多的。然后他这边慢慢的打，外围的穷者得重新去补机子，但我觉得他还是得再打一轮啊。他这边不想让调酒师教自己嘛，因为这样的话前锋是有个搏命的，前锋撞就把这个搏命一套，外围的密码机其实也够了。吸魂，吸住，好，一刀，可以。我觉得他这波签调酒师是个幌子啊，真的，团长这个人心眼多得很。前锋这边这个球是真不能交，因为交了他就不能撞救了。前锋也，哎，前锋一倒，好的，三个人全倒，调酒师这边被迫交自己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机会来了，老哥你有点强哦，这机会都给你抓到了，现在一个交自己。入殓师那边的机子应该还不够吧？哦，够了，压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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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摇个铃，没摇到，先打密码机亮不亮？密码机不着急亮的话，这边变不变白？在，
再打震慑密码机点亮前锋拉死角，这边推了一手前那个速闪的话，反而是帮速闪靠近了前锋，他可以把这前锋挂上啊，他可以把这前锋挂上，因为小九师勘探员的位置呢全部在地图的这一半，然后呢入殓师他压的密码机，如果团长刚才过程当中有看到的话，在海滩边，所以他们要点另外一边的门，其实距离是很远的。这里的话应该是下两个眼，然后到中场来看一波，但是他这波直接过来管这个门，调酒师有没有机会把这前锋给捞下来啊？勘探员有没有机会啊？有机会能捞下来，捞下来的话那这个局入殓师还有灵柩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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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好像丢伞丢早了，出大事情，这波他可能不应该呀，这外面有三个活口，怎么地有一个压前锋的吧。勘探员这边还不是教自己的，前锋是个上挂飞，但勘探员不是教自己。丢伞那边的话，调酒师的门开了没有？门没开，因为插着眼呢。这里前锋的足迹应该是看到了的，但是他这边没有选择管前锋，我觉得是对的，因为管前锋，前锋那边有球，这边他一手震，还不好说啊，因为勘探员能教自己的，现在调酒师是个教自己，先倒，然后再往前排。这里的话入殓师过来卡着是最好的，他有灵柩嘛，对吧，你挽留都快结束了，我入殓师过来卡着是最好的。有耳鸣，他的灵柩应该是在那个门里面了，估计门开了，然后灵柩估计在 这里面了。我们看一下灵柩在哪里。哎，灵柩呢？哎，灵柩在哪里啊？前锋这边翻了个箱子，还有补状态，前锋手里还有一个薄命，还要打，不能打。我觉得这波其实前锋得走啊。入殓师如果说灵柩就在门边的话，这边入殓师倒地全员走是个三跑，但是求忍这边如果说他们还想打前锋不走，反而会给到这边速闪一些机会的。这前锋是个挂飞，他手里面的球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多，真没必要再来打了。入殓师这边交灵柩，不管你好，这前锋，哎呀，这前锋有耳鸣，有耳鸣，那前锋一直爆乌鸦，真的，你看入殓师灵柩肯哎。入殓师灵柩不在，他怎么这灵柩在中场啊？我以为在门边呢。这是个张狂速闪，一下摸还摸不起来。前锋这边要点门，那还行吧，毕竟勘探员也是个满血，勘探员在这边拖着，打倒是还能打，只是感觉不是特别有必要啊。当时那波走门好像会好一点吧，现在不好说，因为这调酒师万一速闪守着，对吧，这边等他流血流死再留人有没有机会啊。入殓师应该不敢走了吧，不敢过来了吧。勘探员这边的话一个摇铃先打一刀，好，哎，这边前锋丢伞，哎，我先来留这个勘探员，但有个磁铁，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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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回头来不及了。可以啊，这把的话其实打的还是蛮精彩的，就是我操，也是估计也是因为最后一把了都没有末班车了，他们这把就是末班车，所以穷人打会打的更加的那个激进一点。